被冯小刚玩腻的女星，每一位都是倒贴给他。第一位，许晴。许晴曾经是冯小刚捧红的，当然他们关系也暧昧了好多年，据悉地下恋情长达三年，而且都是许晴心甘情愿的奉献给他。第二位，戚薇。戚薇为什么红？当然是与冯小刚出轨，一夜窜红。一次被狗仔拍到戚薇在冯小刚酒店过夜，被曝光长相并不出众的冯小刚，戚薇图的是什么却不了了之。第三位，沈星。他曾是一位著名的主持人，他曾与冯小刚共处一室八小时，曝光后被丈夫果断退货成精，一生事业尽毁。第四位，杨采钰。一次活动中，冯小刚对一旁美貌的杨采钰伸出蠢蠢欲动的手，正要和杨采钰拥抱时，妻子却冲了出来，阻挡在他们中间。据悉，杨采钰和冯小刚关系不清不楚。第五位，苗苗。她是郑恺的妻子，同样也是冯小刚捧红了她，在她没红之前就和冯小刚有一腿，而且还有暧昧的照片，之后娱乐圈也是闹得沸沸扬扬，据悉被他碰过的女星就有40多位，而且不用去找，几乎都主动倒贴给他。对此你怎么看？